实际上美女中所举办的这项全市中学生活教育观摩会中，展示了这所学校平时各项活动的成果，其中有合唱、有歌舞、朗诵诗以及各项展览。全市中小学校长以市域人员60多人参加观摩，其中特别是富有仿生和健身的空手道教练，在一个学校中还是一项首创的活动。学校聘请专人在社团活动中实施训练，有400多名学生自动参加了学习，绩效相当良好。